Zhuang Shu. Zhuang Shu, 你回来了吗？ 没事吧？我有点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你是不是淋雨了？我看你衣服都湿了。你车上怎么放把伞啊？发烧了吗？应该不烧，就有点发冷。 那就是发烧的前奏。没事儿，不烧。你温度不低啊，量体温了吗？我没事儿，让我好好睡一觉吧。那好吧，你好好睡，不吵你了。 进来了，你出汗了，退烧了吗？怎么不叫我呀？出汗了更不灵，着凉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你转过去。你是房东，咱你也不能这么随便推门就进男人的房间吧？什么男人女人？你现在是病人，我当了十几年医生了，什么没见过呀？那是工作。 这是在家里，在哪儿都是人，生病了都一样。您说呢，这位患者？哎，你给我往上穿上吧。衣服湿了，换一下吧。哎呦，怕我占你便宜啊？对我的医德这么没有信心啊？哎，我对陆大夫有信心，我是对自己没信心。哼，<笑>看看。 说实话了吧？这什么呀？糖盐水。
必须得喝，必须得喝。这以前老是跟病人说这对身体有多好，真等自己喝的时候，真是难以下咽。我看你是咎由自取。 我可看了今天的天气预报，只有东郊下暴雨，你去那儿了？哦，我的车该保养了，去了趟租车公司。你不是去见一个老朋友吗？还是很长时间没见的那种。啊，我是忙完以后去的。哼，回答的有点乱啊。其实你去东郊可以顺便看看傅老师。 疗养院就在东边，过些日子吧。他现在处在恢复期，过些日子我跟你一起去。体温计留给你啊，你要是哪儿不舒服就随时叫我。今天晚上我 on call。陆大夫深夜出诊，辛苦了。